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灯塔学堂。唐诗世界的大门马上要开启了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一起出发吧。上一集，西瓜姐姐带大家认识了晚唐时期的忧郁诗人李商隐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他的代表作《登乐游原》。话说，唐朝晚期，整个国家都已经衰败得不行了，到处都有敌人在捣乱，百姓的日子过得也苦极了。可朝廷里的大臣们呀，不仅没有好好治理国家，还在牛僧孺和李德裕两个大臣的带领下，分成了两个派别，整天相互攻击。历史上把这些大臣们的争斗称为牛李之争。李商隐虽然有好好治理国家的想法，可牛李两个派别的人却不给他机会，他心里郁闷极了。这天傍晚，李商隐自己一个人跑到长安城里一个叫乐游原的地方散步。他看着日落时长安的景象，心中充满了对国家的担忧，于是挥笔写下了这首《登乐游原》。登乐游原，向晚意不适，驱车登古原。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向晚意不适，驱车登古原。这天傍晚，李商隐自己一个人在家里，想到自己没有机会为国效力，越想心情越糟糕，于是决定出门散散心。他驾着马车登上了乐游原。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夕阳西下，李商隐站在乐游原上，远远望去，看见整个长安城被落日染成了金黄的颜色，风景真是无限美好。可李商隐转头一想，又叹息道：“只可惜现在已经是黄昏了，再过一会儿太阳就下山了，这美丽的景色也就消失了呀。”这首诗最出名的就是后两句：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”表面上看，这两句诗只是诗人在叹息日落时的美景太过短暂了。可让人猜不透的李商隐啊，诗里往往会藏着别的意思，所以人们对这两句诗会有各种不同的解读。有的人说，这两句诗写的是对国家命运的担忧。唐朝晚期好不容易出了个能干的皇帝唐武宗，在他的治理下，衰败的国家终于有了一些好转。可他才当了没几年皇帝，就因为乱吃了一些道士炼的金丹而身患重病，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李商隐担心的是，此刻唐朝的繁荣恐怕会像这日落景色一样短暂。可也有人认为，李商隐这两句诗讲的是他自己心中的伤感。虽然自己很有学问，可却始终没有机会施展才华，转眼自己的人生就要步入晚年，就好像那夕阳一样。虽然美好，可却没有多少发光的时间了，所以夕阳也常常被人们用来比喻晚年。比如白居易的《夕阳忧子孙》，说的就是人到老年了，还在为子孙的事情操心。李商隐的这首诗，把自己的内心感受融进了对夕阳的赞美，巧妙地讲出了人生的道理，所以后来也常常被人们用来感叹生命美好而短暂，激励人们好好珍惜时光。最后，就让我们一起来朗诵这首诗吧。《登乐游原》：向晚意不适，驱车登古原。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下一集，我们要认识的诗人，他和李商隐被合称为小李杜，他也是晚唐时期的著名诗人。有小朋友知道他的名字吗？答对了，就是杜牧。
我们下一期就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，认识这位诗人。小朋友们，下期见。